每一个做乳房切除的女性都很像一只凤凰，她们经历了这段旅程，然后让她们拥有更完整的自己。那她们都很像一只凤凰展开双臂，让她们浴火重生。罹患乳癌而切除乳房的女性，身心灵饱受煎熬，而佩戴义乳是帮助她们重拾自信的方式之一。位于台中的丰裕公司研发的义乳深获病友好评。两年前，丰裕的第二代也进入企业，他是现任丰裕外贸业务的黄志伟，开始经营电商平台销售义乳，打开知名度。如今连国外医材厂、乳癌患者还有第三性都找上丰裕，两年来营收成长500%，更外销至60个国家。他用客制化收服客人的心。其实最直接来说的话，就是客户，我们跟客户聊天当中去得到他最需要什么东西。那我们的弹性其实也比较大，因为国外品牌的话，他就已经开模做了这款这个版型的义乳，他基本上不会再去做太多的调整，那就变成是要让客人去适应他的义乳，不是是做出符合客人的义乳。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。丰裕成立于2001年，主力产品原本是内衣里的罩杯，细胶义乳只占公司营收的一小部分。直到亲戚罹患乳癌切除乳房，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义乳，让丰裕决定转型。其实我们从来不会认为我们的义乳是一个产品，一个商品。我们其实是从它是病友们身体一部分的这个角度去做出发，这不单单是一个物品，已经是融入到他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他的第二生命，所以我们格外重视义乳这个产品，尽我们可以去做调整的方式，去做出最符合病友们喜欢的一个款式。第三性在台湾可能还比较少人知道，或者是这个族群比较少，大家不认识这个产品，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想要去推广国内第三性的市场。欧美大厂的细胶义乳售价都在数百美元不等，换算台币可能要5000元甚至破1万元，而丰裕义乳产品的价格落在台币2000元至4000元左右，主打客制化，消费者感受得出性价比。未来丰裕也将切入医材市场，积极洽谈义乳的销售管道，打造台湾自己的义乳品牌。